欢迎收看《夜市蜘蛛网》，我是主播盛祖武。天地有情，人生无常。娜娜的出现，竟然让金瓜和世美原本单纯的生活顿时风云变色。哪吒起驾！夜晚娜娜。最后，这离婚好意思。而文贤终于是鼓起勇气，对丽霞说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。到底你是安怎看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我，你讲啊！我阿姨啊！你哭啥？你再讲一遍。是的，对哈，我从来无爱过你，我到这才发现。就会拍欢迎我偷丢倒毁了，我一心一意，皆当阿姨。厉害，厉害。对啊，是的，到这才对于坦白。我家己嘛无了解，你家境好，人阁水，是我配你袂起。你的心肝，你都这么用，你白白浪费我五年的青春，你要怎么陪我？是我对不起，等一下，咱改个婚约吧。我婚礼，我婚礼，我婚礼。娜娜休息，拍谁哈？麦克跑，麦克跑！我枪，你有？麦克，我快点练啊！你到这么个跟我讲啥的？你到底想干怎？不要紧啦，真的是有受伤无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讲？一个人去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讲？我，经过，因为我爱你啊。你好，你不是文恒啊？是文恒，伊刚伫个，伊去陪魔道啊啦，即马无伫个。安尼拄啊好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
好，你请讲。金龟子嘛，你敢知影文贤是啥？我知影，伊以前是你的未婚夫啦。我真对不起你。我不是在讲这個，我是讲金龟子啊，你敢知影文贤，伊就是你的后生。当年年轻貌美的金花送透抽豆花到当地土财主李阿九家里，想不到李阿九一看到貌美的金花不由得为之神魂颠倒。李先生，你要来倒回来啊。四个零三个个金牌月呢，来我看一下。你在做啥？我叫你叫你叫我啦，这个脸盆哥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哎呦，就恁
这两个就真正来讲一下啊。是你，这夜市剧会安尼乱七八糟，完全都是你两个唔对。我唔对，那呢就出来跳一段。好，那你真好，为着